没有，因为他回刚头看你了，我他听错要我要他吓到了，当然。他还去是谁？打桌球了。来尬来尬，正在挖垃圾的红喜姑。这样，下次应该改一些动物的名字，像浣熊之类的，这样看起来就合理多了。你喜不喜欢男生？不喜欢，好巧哦，我也是。第一只西瓜牛奶打的。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要求我也没有。怎么又断线啦？怎么又断啦？好巧哦，又断线啦！哦、你是玩游戏很容易断线，我也是哎、欸，好巧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终于走了，终于回家。神经病，下雨天在外面淋雨淋那么久。啊，对啊，他竟然没有感冒系统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不会啦，那个他那个是不会感冒，运动笨蛋是不会感冒的。你们不知道自己感冒啊？对。好巧哦 ，QVT。今天茄子这个吗？我如果翻到100个卖掉，就是20000块啊！好巧哦，包包又被吃掉啦！干，又被吃钱呢！干，哦，所以你买，嗯，记录会不见哦。对，因为他买了还没储存，他跳掉，所以他的那个记录啊，那就变吃钱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今天都没花，不要，我今天都没花到体力啊。对啊。哦。没关系啊，就当我刚刚黄金开口笑赚到的钱，虽然只有480。嗯，没事。你在刮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刮这环境是不是没有木草啊？木草吗？没有吗？木草被我刮掉了。你干嘛刮木草啊？怎么种小鸡？对啊，这样怎么养小鸡？第一季会种吗？会啊，有机会种，小鸡很前面就可以啦。你只要有木材跟那个石头就可以啦。小鸡夏天就冲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采蜂，我们有采蜜的，可以去买那个啦。可以，我们可以买用买的我用买的就好了。原来我有留一个草的，它会再长啊。会啦，可是长很慢。干，你留在哪里？左边、右边、中间？左边、左下。因为如果这样子直接放养的话，就可以省下去刮那个的、啊，他们就直接吃新鲜的草会更好。啊、哈哈，你跑不动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！你看，啊！你看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吃东西。你要吃石头？找不到东西可以吃。快，你走快点，塞巴斯蒂安，快走，快走！你看，我要去找莉亚。走了，给我了。我们这么有钱，我就是来花他们的2000块的。我的存在就是。哎、欸，好恐怖！那我不敢拿了，天哪！你还是拿了，然后就拿了，马上睡觉。对，你就要等那一天有没有？就是商店快关前一刻，然后买完，然后我们就大家跑去睡觉。我先离线，先问一下，哎、欸，12点了没？然后再进来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钓鱼等级一直都是一等哎、欸。好啦，你一直没有记录到。天哪！好惨！我们哎、欸，你们这个要不要留一点下来啊？哪个？就是我挖的这个啊，这个下面帕麻森，下面奶酪茄子，还是你们要全部卖掉？全卖吧。我们的主人都讲了。没问题。前期比较重要。可以。对啊，刚生存就吃金苹果。快回来！对、嗯、啊，快摸完了，快摸完了，摸一下。哎、欸，多摸一次200块呢。好、哦，是你摸。
啊，十二点了，我先回家。第一桶精油了，已经要两桶了哈，刚刚明就有两桶。一开始就已经两万了，现在那个弄完应该不知道几万了，好扯哦！现在在干嘛？赚钱啊！凌晨了，已经0:30了。有有，我走到家门口了。他在撒钱了。对，我要卖东西，卖东西。我把钱丢进集货箱了。睡了，睡了，睡。耶、yeah! ！钱花不完，钱不能花不完呢、啊。花得完啊，我花给你看啊，你我这可以买20个包包，十个包包。我买十个包包的扣单。大家去买一个二阶包就没。哇，花粉。花粉。你们要蝙蝠还是蘑菇？你嘴一点哦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你要收对不对？给你收。对对对对。500块。500块。今天500块啊。我下面写50000斤呢、欸，它显示是写错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下面写50000呢、啊。我想说，50000块，哦。我们要扶持哪种分支啊？钱吗？啊、用钱解决的。我们要用钱解决问题吗？啊，用钱的，反正我们赚钱比较简单呐、啊。啊，真的是赚钱比较简单。真不用那么累了。真的。拍影片，我们就可以开心玩了。真的。咦、欸。啊，又有面包了，在村长家。钱就是任性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继续把小鸡养在小雨家旁边？对，放在旁边。对啊，方便呢。诶、欸，肥鱼跟哪一个比较贵啊？我查一下。现实主义者，哪个贵就找哪个。肥鱼比较贵、啊。哎、欸，对你。你刚刚还没有盖那个装饲料的，就把草刮光光了。对。哦。25块面包嘞、哦，面包比较贵，面包一个60。好，开始我的假胖之旅。对，假胖之旅 Day Two， 拾荒之旅 Day Three。今礼拜二都去跳舞了，大家都去跳舞的。哎，就跟你说，钱不会花不完，钱一下就花完了。你盖一个建筑，几万块都不啊。不要拿这个，不要拿这个。嗯，跳一下。哦，鼻孔好痒。嗯。获得了金球优洛鲁。给我金锭啊！没办法手空空的走吗？你就拿锄头啊、镐子啊、斧头啊。他会还没按到，就是在那边涂一涂。
最多四个人。旁边长出牧草了。对啊，多了40000，感谢小蜜蜂的努力。是的。可以，我现在只要走路就好了。我又来花20000块了，2000块了。赶快跑哦！糟了，自己的被口水呛到的节奏，但应该会继续咳。Oh no！ 糟糕！哦，不是啊，那个顶。叮叮叮的声音是开按键精灵的声音。哦，你有开按键精灵啊？我不想动滑鼠，我想动键盘走路就好了。我不想要一直按。哎，过了一天叫我回去哈，我先去我的世界晃一下。身为一个不会写脚本的人，我之后再去研究怎么写脚本。可以问他借啊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没有，我刚看了一下，觉得应该很简单，只是我没有写过。对，又是这一天，我还没有结束它。没错。哒哒。没有，我那时候会把这个按键镜摘下来，是因为那时候会玩石器，然后要打那个打。哎、欸，那时候是打什么？反正就是打地下打堕神那个，然后因为每关都要自己一张一张，我就很烦，我就开着按键镜放着，然后看影片。嗯。没有啊，这是我的记录啦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又花了2000块把包包弄不见，又吃了2000块。对。然后我先等等他们好，我再回去。没事没事。新加入人应该是加不进来吧？他那个名额就用掉了。对啊，感觉就没办法了。你们怎么变成没有？这就是我哈，我想把这些钱移过去啊。可恶！去
千万富翁。而且我是一个很舍不得卖掉任何作物的千万富翁哦。真的，我也是。我只会把银色的卖掉。我连银色的。